大安溪畔野生的蔺草注定了与院里缘定一生。蔺鞭在这里随处可见。第一顶帽子是在距离现在到120几年前哦，1897年。院里老街上的建筑还留着上个世纪的余韵。仅存的几间帽席行见证了产业的兴衰。红薯金帽，哎，你说那是顶卖3.5元。携手传统，为蔺鞭寻找新设计。那么多不同的材质上面的结合，都可以，有很多空间吧，